竖排的晃动，竖排，竖排两个球啊，变了，竖排两个球啊，这也太多了。什么叫竖排啊？啊，这么有仪式感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后面还有高的，前面两个高，因为它那个上去了嘛。对，这就必须动了。对，因为它竖着砸，不动是必死。对。哇，这个有点难，可以让有人试一下吗？请吧，请吧，各位，请吧，请吧。有请我们四位决赛选手上场。我就第一个。我感觉第一个太危险了。我觉得刚才老沙那个方式啊挺好的，是把帽子稍微再戴低一点。我戴不低，我头这么大。哦，那对不起，当我没说。下不去了。不是谁都有条件戴低。你是头位？好大一颗头。咱就是说中奖的几率还挺高的。我吗？有一点危险，就是说。决赛组，请准备，三、二。一，哇哇，我怎么感觉一下就要结束了？我怎么感觉一下就要结束了？白鹿，白鹿，可是为什么白鹿破了，但是全部撒在了 baby 的身上。我的眼睛里不是水，全部都湿了，好像是撞了一下，我撞了一下，没错。